知道你心里有个人，但谁是那个人？你总是笑着不承认，有时候真的很想问，想从你的眼神知道我有没有分。是不是你心里的人，当然你不用明白承认，只要有你的眼神默认，我就可以再往前多进个几分，找个理由来等你从朋友变情人。其实我好几次想要开口对你说，爱情的滋味就好像马奇朵，甜蜜的烙印在我心口，虽然它只拉了你的手，只是默默你的走，激动却一直跟着我。对。